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本期视频我们用24段的模尺来做滑梯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下，数1 2 3 4 5 6 7，第七节折一下，接着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旋转，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折一下，数一节旋转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数一节折一下，这样滑梯就做好了。我是悠悠，喜欢记得关注我哦。